马夫，呢个系。马夫，马夫，真系好厉害。呢个就系冰之使者嘅骨架。系嗰样啦。小心点，不要弄烂了。刚刚走过的是卡拉，快点快点走了。未来几日天气将会持续酷热，今日气温仍然维持在35度以上，相信温度会持续多一段时间。在市中心更加录得45度的高温，全国各地都受热浪影响。而东京连续两个星期的夜晚，你想要可以整到刨冰的法宝啊？再咁落去嘅话，我实会热到冇命噶，真系热到连啲功课都唔想掂啊！赖得就赖，你改名叫赖红啦。哥拉美打嚟喎，哥哥你冇事啊吓？你冇事就好啦，睇落好精神嘛。我家下热到头晕晕就有份，边度系好精神啊？你话好热，系咁就奇怪啦。机械人尖峰明明话哥哥你今个礼拜嘅运程系最衰，仲话你会遇到冰难添嘛。个个都话佢好准噶喎。你睇下，真系写住冰难噶，系冻冰冰嗰个冰，成日同冰有关嘅灾难啊！总之哥哥你一定要小心啲冰，同冰有关嘅都唔好接近，所以连企鹅嗰啲你都要小心。你嘅吉祥物就系星星，我听到成头星星就真，点解人讲你就信噶？多啦未？啊！你话人讲我就信？哼！再冇刨冰食嘅，我就唔得掂啦。想食刨冰，揾嚿浮冰，冇错系啦。我知道个地方任食唔嬲嘅。哎呀，明明喺呢度噶。哎呀，我就系佢啦，觉得好得意，所以剪低储起咗。巨型冰山，一要去嗰度整翻餐刨冰放题啦。有主意啊！我。但系你唔理哆啦 A 嘅占卜啊，预测到你有冰难，叫你要小心啲冰噶喎。去到食晒啲冰咪得咯。呢座真系巨型冰山。哦，喺嗰边啊。周围咩都冇嘅，你嗰张展报几多年前噶？话唔定座冰山已经融咗啦。啊！哇！咦？啊！我嚟呢边啦。哦，系啦，
我看到有幅冰墙啊。那你再看看。哇，是巨型冰山啊。好犀利啊，冰全部都是冰。免费任食刨冰我来啦。不会限时吃几多少都可以。是啦，不如搬埋屋企啲台凳过嚟咯，攞随意门出嚟啊！唔使，我有样更好嘅法宝，冰雕烫豆。咩嚟噶？点睇都唔似系台凳喎。一时搞错啫，应该拨去家豪嗰边先啱啊。跟住就要推翻呢个边落去。好啦，然后咁样，嘟嘟嘟嘟，再咁样，就系咁啦。好犀利喎，变咗做张 sofa。应该差唔多啦。好啦，软淋淋喷雾，只要将佢喷落去，将冰 sofa 唔单止变到软淋淋，就会凝固咗，唔会溶添。哇！系咁，整埋张台咯。梗系得啦，无论你想整乜嘢都得噶。凉浸浸好舒服噶。我觉得而家嘅夏天已经变到越嚟越热啦。如果成个地球都好似呢度咁变晒做冰，你话几好呢？你谂下好啦。不过地球以前又真系好似大雄你头先讲嘅咁，成个地球净系得啲冰，冇其他嘢噶。我都知道啊，有长毛象嗰个时代啊嘛，比嗰个时代仲要早好多好多好多啊！嗰阵成个地球被啲好厚嘅冰完完全全冚到实一实噶，真系噶！喺嗰个时期，无论系山定系海，全部都被冰冚住，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好似你而家见到嘅咁噶。吓！而嗰种就系叫做雪球地球嘅自然现象啦，听讲仲维持咗几千万年咁耐添。嗰阵都仲未有人类，所以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事嚟噶啦。系，都叹咗好耐啦。大雄，你系时候翻去做功课噶啦。哇，咁难得揾到个咁舒服嘅地方，不如再喺度玩多阵先啦。有啦，我哋一于起个冰雪游乐场啦。系咪觉得呢个提议唔错呢？我哋仲可以起座冰雪过山车添啊！啲功课点啊？唔使惊，暑假有排都未放完啦。嚟啦，系咁依起下啦。好嘢，果然系哆啦 A 梦。
大雄你点搞噶？点解会咁样噶？又会咁奇怪？大雄啊！妈咪啊！头先好险啊！你吓亲宝宝啦！好对唔住啊！系啦，不如俾我哋帮手起啊！都可以嘅。睇我点样起个更犀利嘅出嚟啦！起码都唔会冧先嘅。你哋啱啱听唔听到啲声啊？喂，等阵啦！哇！原来哆啦 A 梦有画到咁深添，啊！冰入面有啲嘢喎，呢样究竟系咩咧？冰嘅呢样嘢系我喺座冰山最底嗰度揾到噶，系咩嚟噶？系啊，系哆啦 A 梦嘅法宝，唔系我噶喎。喂呀，一时先手啫，睇落只系手镯，可能系之前有人跌咗噶。咁系咪要交俾警察啊？但系嗰度除咗我哋冇其他人噶喎。既然系俾啲冰封住，即系已经跌咗喺嗰度好耐啦。是啦，那座冰山是由南极那边来的。没错，是啊。是这样的话，这件事可能是南极的人跌的。但是有人住在南极的吗？当然有人住啦，有南极基地的嘛。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你说这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冰层年代探测机，它可以测量到这个冰是属于哪个时期的。好啦。是在100,000年前，果然没错。在100,000年前，竟然是这么多年之前的。一座冰山要由几十万年落的雪堆积起来才形成的，所以越底层的冰它的年份就越耐了。估不到是在这么久之前跌在那里的。不单止这样，南极大陆是在距离现在大约200年前才被人类发现，即是说在被发现之前根本就没有人去过那个地方。还有就是100,000年前是旧石器时代，在那个时期的人类是没有这样的技术制造到这种这么精致的环的。原来来自100,000年前的南极啊。如果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就是
又是本世纪。又重大发现啦！喂，大雄，你仲冇见到啲冰入边有咩其他嘢啊？我哋一齐翻去揾啦！而家去啊，到天黑啦，听日先去啦。听日我哋再去有冰山嘅地方睇下。好啊，系咁，听朝一早就喺呢度集合啦。你咪唔知醒啊？唔会嘅。早唞啦，早唞。你哋两个咁早，赶住要去边度啊？谂住去一去南极啫嘛。食晚饭之前一定要翻到嚟啊！阿德林帝斯，冇错啊！呢件事系我表弟讲我知噶。佢话喺南极嘅冰层下边有个传说中好神秘嘅古代文明，一直沉睡紧。所以有啲专家话咧，嗰个根本就系古老嘅国度阿德兰帝斯。有高度文明嘅阿德兰帝斯。要在10万年前做一个咁精致的环境，根本就冇难度。照你咁讲，嗰个阿特兰西斯实际上喺南极嘅边个地方啊？喺阿特兰蒂斯啊！如果知道喺边度嘅话，咁件事就一啲都唔神秘啦。究竟系咪真噶？呢层咧，虽然唔知佢系咪阿特兰蒂斯啊，但系喺南极嘅冰层下边，有可能真系埋藏住一啲嘢噶。首先，大家睇下呢幅地图，呢度系沉入咗冰山嘅位置。如果我哋睇翻嗰度四周围嘅海流，座冰山其实系俾附近嘅海流带到去嗰度。所以如果我哋逆流而上嘅话，咁就会沿住南极大陆一直围住西边咁漂流。呢度就系佢原本嘅地方啦，嗰度就系冰山出世嘅地方啦。咁嘅话，嗰个地方即系西特兰阿姨啊？唔系啊，个环并唔系喺嗰个地方被冰封噶。点解咁讲嘅？座冰山唔系由嗰度漂流出去嘅咩？好啦，而家大家一齐睇下呢度先。喺距离而家大约4000万年之前，南极大陆先至开始有冰嘅出现，系由雪凝固变成冰，跟住啲冰就变得越嚟越大啦。最后变成冰床，即是巨型冰川。它移动紧啊！因为啲冰太重，它就好似糖浆咁由好高嘅地方滑落去低嘅地方，然后滑到出海，跟住再之后，因为海浪嘅冲击，将它分开咗。呢一座就是冰山啊！啊，原来系咁啊！系咁嘅话，嗰个环被冰封嘅地方是由呢度开始，沿住冰川流动过嘅路线揾，就推算到系喺呢片大陆嘅某一个地方。我哋就照住呢幅地图去冰层下边探险啦。但系你话啲冰会好似糖浆咁流出去，我真系完全想象唔到啊！哎呀，唔理点都好啦。总之我哋而家就照住地图嘅指示，一齐去嗰座冰山出世嘅地方睇下先啦。咁快啲出发啦！要揾出南极嘅里亚南西伊嘅世纪大发现啊！我哋一齐去揾嗰个环嘅主人啦，系咁好啦。咁多位。
是不是准备好出发了？这个地方就是南极了。我看到有小星星啊。因为它是在地球的另一边，所以现在是冬天。而冬天的南极全日都是夜晚，几个月之内太阳都不会出来，不会有日光的。竟然全日都是夜晚？大家小心一点啊。虽然我们这边日日都有三十几度那么热，但在徐意门的另一边就是零下四十度。那么冷我们怎么去啊？一走进去就变雪条了。那又不用那么担心。嗱，你哋着住佢先啦。咩嚟噶？这个呢嚿嘢。噔，呢套就系极地探险套装啦，令你可以喺冰上面行得好稳阵，唔会跌亲。着咗佢就可以喺南极行动自如噶啦。唉，点啊？个颜色真系好衬你啊！大家记得攞齐行李啦，我哋要出发去南极啦。哎呀！所以喐紧都唔觉咯。嗯，啊，系喐得咁慢噶。用呢样嘢就调查到冰层下面啦。好啦，沉生物铁线系乜嘢嚟噶？呢样法宝可以帮我哋搵喺埋喺脚下面嘅嘢噶。你而家拧住面眯埋对眼先啦。咁样。有冇啲嘢可以收埋噶？咁收埋我啲柠檬糖咯。嗯，嘿，你唔准偷睇噶。你而家擘大眼，然后擦下佢啊。咁样啊？当你擦下啲铁线之后，佢就可以揾到埋喺四周围嘅物件噶啦。只要你拆得佢越多嘅话，佢就可以揾到埋咗喺地底越深嘅物件噶啦。如果我哋一直拆佢，一定会揾到埋喺冰层深处嘅嘢啫。原来系咁。好啦，唔好讲咁多嘢啦，快啲出发啦。系啦，应该点样先可以令佢喐咧？嗱，咩嚟噶？系飞绳同埋极地探险乐谱。首先系呼唤嘅乐曲。跟住就到啱啱呢一首就系前进曲，佢最快可以去到时速200公里嘅，犀利啊！Ha ha ha!
住地图的路线是不是真的 work 的？我现在攰到喐都喐不到了。真的肯定有那个亚特兰大师古国。今天就来到这里为止了，暴风雪停了就回去了。但是我们这么辛苦才来到这里。你有做过事吗？辛苦。我什么没做过事啊？我到现在还在拆那些铁线的。好像有反应啊。在外面啊。首先就用呢一样嘢，咁嘅有咩问题啊？都坏咗用唔到啊！救我！咁大反应，应该系有成个城镇喺下面啊！好啦，咁嘅话。好犀利啊！你使唔使咁浮夸？唔好意思啊，你哋唔记得救我啊！呢一架就叫做冰底探测车，架探测车可以转到落去冰层下面几千米深噶。大家坐定之后就拿好安全带。好啦。引擎开动，方向仪冇问题，雷达亦都正常，大家准备好出发未 ？Come on, baby！ 我已经准备好晒，系咁你啦喎。搞好角度，冰底探测车出发啦！水平仲正常，深度计良好。X 還要加2%， Y 還要減3%。大雄看看，哇，這裡的冰
似星星咁啊！夹咗喺冰层入面嘅气泡受到光线反射，所以就有咁嘅效果啦。真系唔知道喺南极嘅冰居然会咁厚咁深噶！我就知咧，就有成4000米咁厚噶。好犀利啊！咁咪即系高过富士山。点解咁嘅？我哋而家仲未系转得好深啫喎。南极冰层的下面啊！这个环是在这个地方被冰封的。是啊，由哪里可以入到去入面啊？这个东西周围都不像有入口。刚才的铁线就是对这个塔有反应啊。不过根据铁线的反应应该是大很多的东西才对的。那是我。你没事吗？邻近那个都不是大雄了。哆啦 A 梦，你快点看看。整个城镇啊！啲铁线原来系想指示呢度下面啊！睇下嗰度，座太空墙度有啲嘢啊！墙上面有个窿啊！即系话我哋可以由嗰度入去啦。系咁，一于交俾我啦。用佢啦。好啦。跟住咧，入面好像没被冰封到咁喎。喂，有冇人喺度啊？嗰啲系咩嚟嘅咧？胖虎，唔通嗰样系亚特兰蒂斯嘅宝物？系冰嚟喎、啊，冰封住啲嘢噶。交俾我啦。毛神神 ，boy 是得起。而家睇落就唔似系啲咩宝物嚟啦。识喐嘅。麻烦。佢系长毛象？又唔似得晒长毛象喎。是啦，唔通你是亚特兰蒂斯人嚟嘅？其实我哋嚟系想揾翻跌咗呢个环嘅人啊，唔知系咪你跌嘅啦？我怕人嘅，佢咁热情嘅，好似好挂住佢咁啊！系个袋，做咩俾个袋我噶？是什么来的？知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我记得以前好像在不知道哪里见过这样东西。好狠啊，不要这样，今次就轮到我挂着多啦。
熊你是不是一早認得這隻野的？不是啊，我都是第一次見他而已。喂喂，看看這邊啊，有條樓梯下去的。好黑啊，不知道樓梯通去哪裡了。不斷就用它了，是用原蒸汽人工太陽，可以靠它發光，暫時照住這裡十分鐘的。好像有些東西啊，行吧，還說哇，等陣先啊，咁心急噶？等陣啊，伴虎你聽下，好似冰封咗啲嘢喺度喎。但系今次睇落就唔似系冰封住一隻長毛象啦。系咯，咁会系咩嚟咧？你哋做咩啊？吓，点会咁噶？冰封咗嘅系我嚟嘅？睇真啲，里面嘅又真系哆啦 A 梦喎。佢系喺十万年前被冰封噶，同我哋揾到嗰个环一样。唔通系冰冷？即系哆啦 A 梦嘅占卜真系应验咗啊！咪住啊，大雄，冰封嘅都唔系我，边有应验啊？不如用咗佢嚟睇下啦。用咗之后，或者仲会喐翻都未定咧。但系佢喐都唔喐喎。点会咁噶？系个石头嚟噶咋？但系点解有哆啦 A 梦嘅石像喺度嘅？做咩 BB 猪？你叫佢 BB 猪，乜猪鼻有咁长嘅名？求其叫啫，叫长毛象仔唔似名噶嘛。叫长毛小象象咯。圣拉尼亚多利拉达，哆啦 A 梦你变咗企鹅嘅？我圆碌碌变似企鹅。呢只嘢想点样啊？难就会输啦！大雄啊！不能啊！神啊！摆在边度啊？啊，有啦！脚冲冷冻灯。梦竟然变咗做企鹅之后，仲袭击我哋。头先我听到佢讲咗啲唔知咩话，而且佢个样睇落真系好嬲啊！好想知喺十万年前喺呢度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啊！哇，冇错系啦，我哋用时光机翻去嗰个还被冰封嘅十万年前睇下咪得咯。咁发生过咩事都可以知得一清二楚啦。Good idea。咁好啦，我哋而家一齐翻咗去大雄间房先啦。哇！我唔记得收埋只除衣门啦。咁我哋点样翻去啊？放心，有另一样法宝嘅时光腰带，就等佢带我哋翻去十万年前啦。嚟啦，大家快啲捉实啊！虽然条腰带系唔会改变身处嘅位置，不过就可以带我哋转移去另一个时空噶。45000年前，50000年前，55000年前，60000年前，65000年前，70000年前，75000年前，80000年前，而家系85000年前。到90000年前啦，而家95000年前，翻到10万年前啦。呢度就系10万年前。你哋睇下，呢度一啲冰都冇噶，连嗰只企鹅都消失咗，唔喺度喎。跟住落嚟一定系有事发生过啊！咁嘅，因为一次过传送我哋咁多个，所以消耗咗好多电啊。有冇问题噶？放心啦，我有后备电俾紧急情况用嘅。你哋听下，
道门有光透出嚟噶。不如推开佢嚟睇下。点样推啊？睇嘢啦。你真系企喺度睇唔帮手噶。是什么地方啊？那个镇啊，还未被冰封的。犀利啊！我们来了南极未被冰封的时代啊。那就真的奇了，南极在十万年前都应该一样已经完全被冰封住的。那座就是我们走下来的那座塔。竟然在天花板画了个天空，那就证明到我们真的在南极的冰层下面了。喂，有没有人呢？阿泽兰帝星有这么多位，你们听不听到啊？我整个镇都好古老喎，唔知道有冇人住噶啦？不如我哋落去睇下啊！一于咁话啦。所以咪叫佢做毛毛啦。呢度系睇个样子系喺冇几耐之前冧落嚟噶。嗰啲黑色嘅嘢咩嚟噶？系咩嚟噶？呢度有水流嘅。不知道有冇鱼喺度咧？你哋有冇听到啲声啊？马克，大爆炸！佢做咩啊？我仲未打中蜻蜓啊！我的朋友还有个女仔添。Go! 嗰啲咩嚟㗎？
好痛啊！你只脚，马格嚟，哥哥，佢唔喐得啊！马格嚟，马格，马格，等阵啦！原来系佢帮我引开佢啊！好大条八爪鱼喎！我话系仙友嚟噶。大雄你点啊？我嚟啊！啱啱嗰只嘢系。快啲俾翻只膏我啦！等阵先啦，究竟发生咗咩事啊？转头再讲你知啦。豆豆飞咗。我嘅招招招攻击啊！我就话佢系中咗我嘅银银银银攻击先至真呢。你话咩话？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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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银银银银银！招招招招招！过嚟啦！哆啦 A 梦，仲未得啊？得啦，快啲食咗佢啦！原来你识讲我哋啲话噶。我嘅招招招啊！咁仲冇用噶，咁样对付唔到我古多干噶。我古多干系咁，你知唔知呢只嘢有咩弱点啊？弱点用声波弹就可以对付到佢噶啦。声波弹啊，即系嗰间噪音嗰女。哆啦 A 梦，好啦，驱赶野兽疯狂音波发射器。唔惊我哋啲招同银牙啦，贝夫唱首歌先啦。想听歌唔系要我而家唱啊嘛？吓，突然好 miss 你啲歌声嘅。原来系咁，想听歌一早讲啊嘛，怕咩丑啫？我叫做贝夫，我系小霸王，大人又勤歌。招好有效啊！系咁好啦。怪兽听完我唱歌之后，又会就咁走咗去都有嘅，梗系俾你嘅歌声感动到，咪匿埋一边喊咯。我都预咗会系咁嘅咧。咪住先啊！你哋几个系乜嘢人嚟噶？其实我哋系。怕亲近你嘅话，咁你一定唔系坏人啦。原来佢哋叫做泡泡啊！见到佢嗰阵，佢好似荡失路，你识唔识得佢噶？荡失咗路，虽然佢睇落好似尤卡丹个细佬，但系耳仔嘅形状就好唔同咯。马虎，
系呀。点啊，大雄？啊，等我嚟介绍啊！我叫做大雄，佢系哆啦 A 梦，仲有佢系静香啊。My name is 小夫，而我就系鼎鼎大名嘅胖虎啦。我叫卡拉呀，佢就系尤卡丹。其实今次我哋专程由冰河冰河星嚟到呢个遗迹进行调查噶。你话冰河冰河星？哦，即系话佢唔系阿特兰蒂山嘅人嚟啦。系咁，头先嗰只怪物咧，佢就系柯古多干，佢系守护呢个遗迹嘅石像。因为寻日我跌咗啲嘢落水底，今日嚟揾嗰阵就咁啱俾佢发现咗啦。你话你跌咗嘢？大雄啊！其实我哋嚟呢度系想揾翻呢个环嘅主人噶。呢个环边度揾到噶？咁肯定系你跌噶啦，好嘢揾到啦！其实呢个环系我哋喺十万年之后嘅冰层入边揾到噶。喺十万年之后冰层入面，我哋几个系由十万年之后嘅未来嚟噶。我有咩事啊？唔好讲住啊！有好多石蝙蝠包围住我哋。咩话？石蝙蝠？喂，我杯狼啊！我啲粮食仲杯面啊！俾翻啲阿美尼卡托出嚟，同薯片送送火啊！大光嘅嘢同食物都会吸引佢哋噶。大家快啲入去先啦！各位，你哋冇事啊嘛？冇事。啊，个环唔见咗啊！喺石蝙蝠度啊！咁好啦，从心所欲手袋。就算那样嘢离好远，只要伸手入去就可以拿到。使你只手伸到咁长都拿唔到嘅。你做咩啊？好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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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哋飞走紧啊！我以为我会就咁算数啊！陷阱追踪器。只要跟住呢个信号，佢哋去到边，我哋都可以揾到。佢哋飞咗去塔嗰边，仲唔快啲追 ？Let's go！ 等阵啦。好快就会到夜晚，如果而家去追太危险啦。夜晚？卡拉冇事啊嘛？咩情形啊？我已经揾到个环啦。但是好不好彩被石蝙蝠抢走了。是啊，就快夜晚了，你即刻回来先啊。你幅地图会一直追踪到个环的位置。你曾当然啦，我会带埋几位客人一起回来。客人？大家一起跟我回去萧特号啊，可以在那里好好休息一下，等到天光之后先再去找啦。幅地图可不可以借给我？都可以借的。这个城镇一日入面只有得三个钟，会喺拱形天花上面投影出日头嘅天空，而其他嘅时间都系夜晚。得三个钟，一到咗夜晚呢度就会好冻，因为温度会降到喺零下一百度。你哋着紧嘅衫应该唔够保暖。你话零下一百度，呢个究竟系咩地方嚟噶？其实呢度系由我哋嘅祖先古代嘅冰河冰河星人建造出嚟嘅城镇，而家已经再冇人喺度住噶啦。追到我哋啦！唔使担心喎。大家要再捉实啲啦！原来系架水陆两用车嚟噶，你哋睇下。
迎你们啊。有好多毛毛嘅朋友喺度啊！佢哋全部都系我哋旅程嘅同伴嚟噶。我翻嚟啦，佢真系好可爱啊！呢边啦，冰封住紧。佢哋而家系喺度冬眠紧啊！泡泡佢哋有时会喺冰入面瞓好耐至起身噶。原来是在睡觉，终于明白为什么见到毛毛那时候他是在冰里面。冬眠的时候他们不会变老，所以只都很长命的。而且在水星上面我们还发现过一只在宇宙漂流了几百万年那么久的泡泡。蛤、啊、跟我上来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萧特号啊。有什么事啊？你们几位就是我们的客人，欢迎来到我们的萧特号。又是这样啦，你还穿着救生服，即是你出了去刚刚才回来啦，不已经叫了你留在这里休息了。又会次次都被你识穿的。我只是去遗迹那里调查一下，你都不用那么恶闹我是吧？你是抵闹啊嘛，你只脚的伤都还没好返晒的，博士。你是博士？今天我只脚已经无再痛，所以先出来啫。不要讲这些住了，咁难得有客人来这里，今晚一于打开个食物库。啊，真的嘅？梗是啦，这排食真都是薯仔，今晚一于食餐好的。你们听不听到啊？今晚有好嘢食啊，而且还会有炸弹布丁啊。食炸弹？是炸弹布丁。是这样，在吃饭之前去冲个凉先，一定要洗干净身上的尘啊。有得冲凉啊。今早答应了妈咪会在吃煎蛋之前回到屋企的。那就是咯，回到去就被妈妈骂了。不会有事的，搞定了之后我们用时光机回去出发那天的黄昏，那就可以了。好香啊。OK。好啦，住多阵就得噶啦，好快就有得食。系，我冲完凉啦。我唔系啦。我好味啊！好味啊！好似芝士又好似棉花糖咁啊！佢令我谂翻喺 Paris 买珠帘餐厅嘅嘢食噶。多谢你哋专程由十万年之后的未来将我还送翻翻嚟啊！系啦，冰河冰河星系个点样嘅地方嚟噶？佢系喺距离呢度十万光年嘅星际入面。你哋望下嗰边嗰幅相啊！系个白雪雪嘅星球啊！佢以前系一个周围都有树木绿油油嘅星球，但系而家就成个都俾好厚嘅冰封实晒。成个星球被冰封，系冰之使者搞成咁。冰之使者，件事真系一匹布咁长，就由我哋嘅祖先古代冰河冰河星嘅人讲起。当时佢哋已经拥有好出色嘅科学技术，去过晒银河每个角落，但系好可惜，嗰啲技术一路慢慢咁失传，到最后一啲都流传唔到去我哋呢一代。呢一只就系喺遗迹入面捉翻嚟嘅昆虫，佢系同嗰个石像一样，都系由古代人用相同嘅技术制造出嚟。是那隻八爪魚怪獸的朋友。我們就是想透過研究古代人殘留下來的遺跡，調查他們一直以來的科學發展，但是就無意中被我們發現了一道不應該打開的門。他就是冰之使者，擁有最強力量的石像，而且力量強到不是我們控制到，整件事一發不可收拾。最后大家都放弃星球，但我就一心为了要再封印冰之使者，于是决定四周围找方法。我们经过了很漫长和遥远的路程，结果就在这个星球被我们找到那个隐藏着封印秘密的环。那个环对你们来说真的这么重要的？
我哋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攞翻。但系咧，点解啲古代人要做啲咁令人怕怕嘅嘢出嚟啊？咁咪就系咯，点解嗰只嘢又会嚟咗地球嘅？因为佢哋喺度揾可以住嘅星球嗰阵，就利用冰之使者四周围制造冰层，冰封啲星球。咁样冰封咗，明明住得都变唔住得啦。咁谂就错啦。被冰封住嘅星球，当啲冰溶解咗之后，反而会产生爆炸性嘅变化，就好似重生一样。我知啦，系雪球地球。究竟讲紧咩啊？不过又真系嘅，好耐以前我哋嘅地球系被冰包住噶。哇，咩事啊？都系唔明白。只系话好耐以前嘅地球都发生过相同嘅事。话说大约喺六亿年前，地球就好似冰河冰河星咁，一样都系完全被冰封，而且仲系连续冰封咗几千万年添噶。但系当啲冰慢慢完全融晒之后，地球就发生咗一个生命大进化。呢个就系叫做寒武纪大爆发，就系咁。而家地球所有生物嘅祖先全部都系喺嗰个时期出现噶。即系话我哋之所以存在，就系多得嗰班古代人。但系喺嗰个遗迹入边嘅冰之使者系仲未完成，即系一直俾人封印咗。咁都有可能呢一个星球之前被冰封，其实系同古代人一啲关系都冇。原来系古董人同冰冰使者，我明白晒。明复合都唔明啦，李明。大家放心啦，呢只咁嘅怪物，又要等我盘父收下我啲颗粒俾佢睇下啦。呀，咦？呢样嘢都系古代人整出嚟噶？呢样系我喺多洛多洛米达星买嘅战士公仔嚟，你试下揿佢背脊嗰个掣啊！冇错，就系咁样玩噶啦。以前佢对眼色得发光添噶。呢度有另外一个，呢个对眼就真系可以发光啦。大家一齐食甜品啦，系炸弹布丁嚟噶。时候，大家都开始想攻击对方。虽然只太空大怪兽系咁俾对方攻击，但系点都唔放弃，到最后仲使出终极一击。你就沙发有臭怪味嘅。如果唔俾佢哋跟埋上嚟，萧特号抌低佢哋喺嗰度，佢哋会好可怜噶。由寻日到而家都冇走过，系咁嘅话，佢哋嘅巢穴一定就喺入面。我想在整片幅巢穴里面，或者可以找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你看看，很明显你的脚还没好回来，你要留在这里等我们啊。但你这样，卡拉一定要拍下重要资料拿回来研究的。放我下来啊，放下我啊。我们很快就出来了，你要的相就等我帮你拍啦。不能一起进去添。是什么来的？是放冰之使者的仓库，现在都还是日头，但是雪虫已经来这里了。你们看看，我们是不是要走上去？看来就是了。好了，我们走吧。等一会先。
我哋唔知道前面会有啲乜嘢，系咁一人攞一样法宝嚟保护自己啦。好啦，出发啦！好，拜拜！大家跟住我行啊！吓，咩事啊？我觉得好似有其他人喺附近咁啊！啊！算好啊，同佢哋分开咗咁远，冇办法啦，唯有用呢样嘢啦。沉默拐杖，佢会话我哋知要揾嗰样嘢喺边度嘅。个环而家喺边啊？佢揾紧啊，喺嗰边啊。咁样，佢得七成准噶咋？咁即系话信唔过啦。大雄，你对佢讲啲咁嘅嘢，佢会好唔开心噶。不如咁啦，即管去睇下。啊，又要行楼梯啊！快点走啊！个刨冰，啲冰可以食噶，喺呢边啊！再加唔同口味嘅糖浆喺上面，好好食噶。吓，你哋乜嘢都会食噶喎？梗系唔系乜嘢都食落肚啦。我觉得你哋连冰之使者都一样会食落肚啊。吓，啊系啦，其实冰之使者究竟系点噶？佢系一个成身都系冰嘅巨人。有一次我好近距离咁见过佢。我见佢不断喺度吸收紧啲冰，跟住就变得越嚟越大啦。冰之使者，我即刻通知大家。就是在那一天，我们整个镇就被他冰封了。不过现在有那个环的话就没问题了，到时我要将冰之使者变成刨冰。是这样，我送糖浆给你做手信啊。送什么味给你好呢？这样的哆啦 A 梦呢？就是在那里。大雄，快啲过嚟呢边啦！我知啦，你行先，我跟住你啦。呢个系石蝙蝠巢穴啊！全部都是石蝙蝠抢回来的宝物啊。啊，那两个不是贝虎和小夫的背囊？是这样，即是说啊，终于找回个环了。你究竟是谁？我竟然这么大胆擅自走入我这个塔，你想做什么？你是谁啊？哇！冰之使者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他身上形成冰的？手铐，啊，金翅鲑啦！
啲咩啊？就喺呢边啊！嗰个襟章居然喺呢度喎！系呢个啦！点解会咁样嘅？我谂咧，一定系由上面跌落嚟噶啦！嗰个环一定喺上面啊！你哋听唔听到啲声啊？冇啊，听唔到啊！喂，大雄啊！究竟想带佢哋去边度啊？系陷阱，想用冰柱对付佢哋。喂，大雄啊！喂，一定要通知佢哋先得啊！奇怪的，你哋咪傻啦！哆啦 A 梦咪喺你哋面前咯，佢讲大话噶，我先系真嗰个啊！究竟边个先就系 A 货啊？我要教训佢啊！哦，睇下嗰边嗰个哆啦 A 梦，佢嘅百宝袋同捞捞都系用冰做嘅。咁好啦，系真嘅哆啦 A 梦，就喺个百宝袋度攞啲法宝出嚟啦！当然冇问题啦。佢啊，今次实冇错，系哆啦 A 梦嘅法宝。咁即系嗰个，系假哆啦 A 梦，唔系咁噶，个百宝袋俾佢换咗啊。咁又系，都有可能系俾假嘅调换咗。如果系咁嘅，你讲我个名睇下啱唔啱啦。哎呀，仲要讲埋我个名嘅，系咁就容易啦。发生咩事啊？佢讲唔到嘢咁喎。你哋系贝虎同小风。全中啊！咁就肯定嗰个系 A 货嚟啦。你呢个山寨版就等我嚟收拾你啊！把声！佢究竟系咩人啊？我谂佢应该就系呢个塔入面嘅守护石像啦。点做好啊？就用急速冷冻灯嚟冰封佢啦。隻手喐嚟喐去，好嬲咁喎！收拾嗰个冒牌货，逼佢现真身啦！系啦，你哋睇下佢几咁可怜啦！而且我哋唔应该咁快就话佢系假噶。大雄，你知唔知自己讲紧乜嘢啊？百宝袋同个啷啷都系冰做嘅，而且佢连我哋个名字都讲唔出。但系，系咁好啦，我明白啦。咁大雄，你过去证实啦。吓，系咯。话晒大雄，你都系最熟悉哆啦 A 梦嘅人嚟啊！我过去证实。大雄，你要小心啲啊！可以两个都是真的？咩话？两个都是真？咁不如话两个都是假？嚟啦，加拉，快啲冰封佢啦！好啊，咪阻住晒啊！加拉，快啲喐手啦！虽然啷啷同八宝袋都唔同，但我点都觉得佢是真嘅哆啦 A 梦。就算佢讲唔出我个名字，我始终相信呢个先是真的。大雄啊，唔好讲笑啦！呢个时候你仲咁多废话，攞嚟啊！唔好啊！大雄，哆啦 A 梦。是你推开我救回我的，好多谢你啊！
大隻，嚇到我心離一離啊！佢連命都唔要咁撲過去救大雄。嗰邊嗰個先係 A 貨。岂有此理！冰封咗佢啦！哇，讲得翻嘢啦！唔该姐姐，咁样，即刻停啊！差啲就变咗串烧啦！好彩哆啦 A 梦救咗我哋咋？啊，系啦，而家呢个地方咪就系我哋时光穿梭之后嚟到嘅地方咯。真系呢度啊！原来冇牌货嘅真身就系之前嗰只企鹅。系咁，你就一直留喺度，等啲冰封实你啦。咁讲唔啱喎，十万年后系伴父你亲手融雪放佢出嚟噶。啊，系我放佢出嚟噶。好啦，系咁嘅话，我而家就东一拳西一拳收拾佢啦。但系你咁做嘅话，历史就会改变，就由得佢喺呢度冰封啦。我今次都系多得你帮咗我啫。哆啦 A 梦，头先对唔住啊，你哋啱啱真系太冲动啦。唔紧要啦，你哋冇心嘅。系咯，嗰个环喺边度啊？他指那边啊，而家又指住哆啦 A 梦喎，咁嘅话唔通啊？呢个咪系揾翻啦！原来 A 货将佢摆咗入去啊！好嘢，卡拉，卡拉，俾翻你。好多谢你哋啊，多得你哋咋。发生咩事啊？咁先弊啦，好快就会到夜晚啦。博士，我哋攞到个环啦。做得好好啊，但系我哋一定要将个环俾翻冰之使者。要俾翻佢？呢个冰之使者根本唔系我哋谂嘅咁未完成，其实佢应该系啱啱完成，有生命之前俾我哋嘅祖先冰封喺呢一度。实际上是我哋亲手帮佢解封。系咁即系点啊？再系咁落去嘅，成个星球都会完完全全被冰封住。有咩话？大家睇下嗰度。冰之使者而家已经开始苏醒啦。卡拉，或者而家仲赶得切噶，快啲俾翻个环佢啦。但系俾翻佢之后，嗰个环会点啊？我都唔知道啊。总之你而家如果冇咗个环嘅话，咁冰河冰河星上面嘅冰就仲等乜嘢啊？地球好快就会被冰封住啦。听博士讲啦。系咁，我哋星球。你而家即刻将个环交俾我。大件事啦，赶唔切啦。怪物啦！竟然咁大胆想冰封我哋嘅地球，我叫做
只会俾佢发现我哋。各位，翻入个塔度先啦，快啲啊！俾啲厉害你睇下啦！啊，我咁脚。哦，系啦，嗰只耳仔。俾个袋我啊，啲药仔喺个袋入面咋。佢唔会有事噶，好快就会好翻噶啦。哦，博士，我而家翻咗上萧特号，好保佢哋全部都安全。喂，等下你会后。唔好乱走啊！我呢边嘅情况好危险啊！好快夠鐘變夜晚噶啦！有辦法，一於用時光腰帶啦，上上面。你諗住點做啊？我哋而家一齊翻去十萬年後，暫時避一避先。大家記住，一定要忠信啊！万年之后，你哋喺度等我一阵，我去接尤卡丹同哆啦 A 梦过嚟。啊，佢冇晒电啊，会咁噶？竟然仲熄埋。系啦，各位，呢个地方喺南极嘅冰层下面啊嘛，系咁即系我哋其实系被困喺南极嘅地底啊！哎呀，唔系卡拉你哋嚟咗，我哋都唔会有事啦。咪系咯，最衰都系你哋令我哋咁惨困咗喺度。其实我唔理啊，总之你同我搞翻掂佢。吓，唔好咁啦，卡拉咁样做都系想拯救自己嘅星球啫嘛，佢都唔想搞成咁噶。大雄啊，讲得啱啊，你哋两个唔好咁啦。激气啊！哎呀！都唔系我惊你，爸爸。妈，睇嚟懂得就系用唔到啊！哆啦 A 梦嘅占卜真系应验咗。就连时光腰带嘅电池都冇晒，睇嚟我都系跌埋深水变雪条啦。阿父，啊，冇错系啊，我点可以就咁放弃噶？大雄唔可以冇咗我喺佢身边噶嘛。如果可以将呢嚿电池送翻去十万年后，咁就有救啦。啊，呢嚿电都几熟面口喎。啊！走啊，快啲上去上面。如果你入咗冰入面就会冬眠，咁就会冇事，所以有咩危险你都唔使惊噶。虽然我系一只高性能嘅机械猫啊，但系我就唔可以冬眠啦。冬眠？吓，咪住先，我呢嚿电池，你嘅吉祥物就系星星。嗯，我谂到啦，我知要点做啦。净系得呢啲法宝可以用咋？如果上到上面嘅话，就有冰底探测车，不过都坏咗，唔识喐啦。用唔用到啲法宝揾人嚟帮手啊？原来时光腰带嘅电池系咁样嘅，哇，好似曾经喺边度见过喎。做咩啊，毛毛？我你啱啱喺呢度揾到你个袋啊？嗰个袋点解会喺你哋度嘅？个袋系同毛毛一齐冰封住噶。啊，嗰个袋明明系博士噶喎。个袋咪由卡丹一直孭住嗰个。讲开又
讲啊，点解毛毛你会无端端喺呢度冬眠咁奇怪嘅？毛毛你其实系唔系知道啲咩噶？毛毛尤卡丹，唔通做咩俾个袋我嘅？我记得以前好似喺唔知边度见过呢样嘢。佢全身都系软绵绵嘅毛，所以咪叫佢做毛毛啦。唔通真系哆啦 A 梦？系啊，原来件事系咁样嘅。咁多位，我哋可以翻去救哆啦 A 梦啦。哦，有咩方法啊？你留喺冰入面就最安全啦。尤卡丹，你要记住，一定要攞个袋俾大雄啊。好。个袋入面点解会有呢种电池嘅？系哆啦 A 梦交俾毛毛噶。佢着得翻啦。但系我好唔明啊，毛毛佢由边度嚟噶？咪就系喺十万年前俾哆啦 A 梦冰封冬眠咗嘅尤卡丹嚟咯。哦，妈，妈，毛毛真系尤卡丹啊？唔系啊，应该话尤卡丹即系毛毛先至啱啊。但系佢哋唔同颜色噶喎。我谂。应该是在冬眠那阵，啲毛变咗蓝色啊！行啦，出发去十万年前。你唔记得咗仲有只怪物啊？系啊，要谂定办法收拾佢啊！点收拾啊？我哋仲有呢个环、啊，就用呢个环嚟封印只怪物啦。卡拉真系可以？如果令到你哋呢个星球都冰封埋嘅话，系咁代表冰河冰河星亦都救唔翻。卡拉，好啦，我哋出发啦！我哋点样先可以接近到嗰只怪物呢？日月交俾我啦，我谂到一个好办法啦。既然你咁有信心，就信你一次啦。咁多位准备好未啊？嗯，得啦。嚟啦，我哋出发噶啦，我哋要出发去拯救地球啊！
到而家好似停咗喎。我点会咁噶？哆啦 A 梦，我用重心锁用手袋，倒紧啲湖水出嚟帮佢冷静下。咁你会谂到？因为佢成身都系冰，所以梗系最怕 water 啦。机会嚟啦，大雄，睇下我哋去啦。好啊。同薯片呢？啊，伴伴你听下，唔通前面嗰啲就系、是？啊！好对唔住啊，卡拉。唔紧要噶，可以去第二个星球度再揾过。卡拉，宇宙系好大噶嘛，我知一定可以揾到嘅。系啦，伴虎佢哋喺边啊？唔知去咗边啦。喂！你哋究竟去咗边啊？你哋快啲听下，全部都系喺石蝙蝠巢穴揾到噶。啲石蝙蝠做咗好多好嘢啊！啊？系云？呢一啲云，就咁睇佢哋系有相当高嘅研究价值。或者拯救到冰河，冰河星都未定。系咁就太好啦，卡拉。好多谢你啊，大雄，仲有你哋啊。而家一齐上肖特号，等我送你哋翻去地面啦。系啦，留低尤卡丹喺度真系冇问题，唔会有事嘅。十万年之后，你哋帮我叫醒佢咧。十万年，对佢哋嚟讲好似瞓晏觉咁嘅啫。天气由听日开始，海洋气流会带嚟清凉嘅天气。
大雄。做咩啊，哆啦 A 梦？我喺度观察紧个天啊。博士讲咗冰河冰河星嘅坐标，所以我就 set 咗支镜对住嗰度，因为佢系距离我哋十万光年，所以而家啱啱睇到十万年前嘅情况啊。呢粒就系冰河冰河星啊，成粒白雪雪咁，佢被冰封住啊。你再慢慢睇清楚啊。我睇到啦，上面嘅冰开始融紧啊。我谂一定系博士嘅研究成功咗啦。系咁就太好啦，卡拉。嚟紧天气应该会慢慢开始变凉，即系夏天差唔多就嚟完啦。大雄，哆啦 A 梦，食饭啦！いつもいつもここじゃない気がして遠い空に憧れたまっすぐな君を見て小さな僕を知った誰といても僕じゃない気がして誰かの後ろを見てた隠れても隠れても君だけは僕を見つけてくれた傷つく一緒と傷つかない一人君となら傷ついてもいいかなねえ君のずるさを晒してよね僕のダメさを叱ってよこれからもこの先も僕の心を作ってよね君が笑うと弾むんだね君が泣いたら痛いんだ君だけが君だけが僕の心を作るんだ古さを晒してよね僕のダメさを叱ってよこれからもこの先も僕の心を作ってよね君の弱さを晒してよね僕の強さを信じてよこれからもこの先も僕の心を作ってよね君が笑君が泣いたら痛いんだ君だけが君だけが僕の心を作るんだね僕の心を作ってよはい。